深呼吸。开始啦，对，开始了。Hello，大家晚上好。Hello，大家晚上好。你好吗？人呢？啊，看到有人了。Hello，大家吃饱了吗？今天是星期六晚上，大家应该都吃了吧？都9点了。谢谢大家，你们抽出你们宝贵的时间呢。谢谢你们，我是他们，大家好。不卡音，不好意思，忘记介绍自己了。OK，so，真的是谢谢大家今晚抽出你们宝贵的时间来看我一起自救，就是一起自救的这个 Facebook Live。像今天晚上的内容呢，是非常精彩的，一定会值回大家星期六晚上的时间。哎，谢谢哦。那你们一定要留守到后面，因为会有我自己本人的分享啊。对，这样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的 live 啦。OK，这样其实现在的确诊人数每一天都还在5位数嘛，很多人都过得人心惶惶的，而且随着不停有变异的病种出现啊，单日死亡人数也开始越来越多了。像最近的报道也出现越来越多小孩确诊啊，其实看到真的是很心痛。所以在这里也希望透过这一个 live，让更多的人知道如何提升自己的免疫能力、免疫力啦，去对抗这个病毒的。这样当然，接种疫苗也是很关键的，唯有自己接种疫苗了，才能够把这个感染病毒的风险降到最低。对对对，而且啊，现在哦，你是不知道自己从哪里被传染到的。而且，如果啦，我们要有效的降低我们的确诊人数哦，其实是要做到全体免疫。全体免疫的意思就是国家人民哦，要有80%或以上的人 fully vaccine 才算是群体免疫啊。这样其实马来西亚啦，只是50%罢了，它还没有是群体免疫的一个%的嘞。对，虽然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中了 COVID 的症状啦，不过在这里我还是想要提醒一下大家，如果是感染上 COVID 的话，最常见的症状，我们看一下这边有发烧、干咳、疲倦、失去味觉还有嗅觉、喉咙痛，这样比较不常见的嘞，就是腹泻啊、结膜炎，就是眼睛会红痒，然后还有头痛、皮疹。手指还有脚趾甲变色，还有身体感到疼痛啊之类的，这样比较严重的症状，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就是呼吸困难、呼吸急促、胸口痛、胸闷，甚至是失去言语或者是行动能力的。对对对，而且哦，其实啦，新冠哦，它除了这样子的一个症状之外啦，它还有会让人肺部纤维化，给你们看看。想啊。其实哦，首先呢，这个新冠哈，它会让那个病毒哦，通过那个呼吸道哦，进到肺部，然后再变成肺炎的。除此之外，身体的其他功能也是会受影响的嘞。它的损害程度啊，跟那个恢复的程度哦，完全是因人而异的。你不会知道自己感染之后，或者是康复之后的情况会是怎样。而且这个新冠病毒其实哦，它没有特效药。它只是单单的影响你的肺部，你就可以想象它会影响到你以后的生活。而网络上的流传的偏方啊，其实只是短时间内哦压制
你当时的发烧啊、伤风啊、咳嗽这些比较普通的病而已，它不可以根治已经被病毒去攻击的身体。曾经有一个意大利足球巨星啊，马尔提尼，他说，他虽然是已经从那个轻症感染中康复，可是他留下了后遗症。当时候的他说，我今天呢试着去健身房进行一系列的训练，可是我短短十分钟的时间呢，我就已经是坚持不住了。你想象一下啦，一个原本每天都在锻炼的运动员，他感染之后康复，他只可以做十分钟的运动，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后遗症哦是有多冲击的。是嘞，我身边的 COVID 康复者啊，其实有很多都是有后遗症的，只是看明显或者是不明显而已。有一些呢，就是体能变很差，走两步路就气喘，然后人很容易累。还有一些就是一直咳嗽哦，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味觉啊，会有时候不准的。这样其实真的不要小看这些后遗症啊，因为这一些刚刚我讲的啦，是我们能够感受得到的。这样还有在里面我们看不见的五脏六腑啊，他们怎么样我们是看不见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。对于这个新冠病毒哦，暂时来说都是没有药物可以治疗的，它跟细菌不一样。大家有没有发现呢？如果有什么细菌感染的话，医生会开 antibiotic 给我们吃，然后就讲一定要吃完。那是因为、哦、抗生素啊，也就是 antibiotic、哦、它可以毁灭细菌，但是它不可以毁灭病毒的。虽然细菌跟这个病毒都是微生物啦，都是在这个显微镜底下才能够看得见的，不过病毒它比细菌小100到1000倍。100到1000倍是什么概念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我 share 这个图给你们看。如果病毒是这个人的话啦，细菌就是这一栋楼，这个就是100到1000倍的那个差别啊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病毒跟细菌有什么分别。病毒它是不能够自行分裂的，它必须要通过感染宿主细胞来复制它自己的这个遗传物质。然后病毒它的存在、哦、就是要复制它自己，复制更多的病毒。如果它不去感染这个宿主细胞的话，它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看细菌，细菌它是可以自行分裂繁殖的，这样它不一定全部是坏人，细菌里面也可以有很多的好菌，对我们人类是无害的，而且是可以跟我们共存的。甚至有一些细菌是我们人体需要的，好像那个肠道菌群这样。这样在这里呢，就想问问大家，自古以来是先有药物才有病毒，还是先有病毒才有药物呢？我帮大家回答，一定是先有病毒再有药物啦。对的，通常都是先有病毒才会有药物的嘛。这样其实这一个新冠病毒一直在变种啊，科学家们研究药物的速度啊都赶不上这个病毒变种的速度，很多国家都纷纷在说我们要跟这个病毒共存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我们还可以怎么样保护我们自己呢？再想一想啦，平时哦我们能够看到的能够摸到的东西啦，上面其实都布满了细菌还有病毒，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能够正常的生活呢？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保卫室，这个保护卫士就是免疫系统啊。是，这个时候啊，其实哦，我很相信哦，预防哦一定会胜于治疗的。但有一门科学哦，它是专门研究营养跟免疫系统之间的关系的，它叫做营养免疫学。这门科学啊，它是founder 是陈兆飞博士，他是微生物科学家，研究癌症长达30多年呢。像他获奖无数啊，他获得奖是世界杰出华人，还有美国10大杰出青年奖，而且他还有出书。他最著名的就是打造黄金免疫力跟营养免疫长寿。大家知道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在哪里吗？他
其实就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，它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。我妈妈哦，每次在我生病的时候啊，她就跟我讲哈，吃睡觉，免疫能力下降了啊，所以生病了咯。哎，这个不是随便讲一讲的嘞，科学家有研究到，其实我们啊的生病啊，世界上98%的疾病哦，都是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关系。其实免疫系统它就像是一支军队啊，遍布在我们的身体各个器官，比如扁桃体啊、胸腺、脾脏等等，而他们哦，在我们的身体一直重复的做这三件事情，就是抵抗、清除还有修补功能的。这样我们来到先讲第一个，第一大功能抵抗。你们看看这个左边的图，看到吗？它就是一个 B cell， 它是扮演着跟外来入侵物抵抗的一个角色。平时哦，它就会在我们的体内巡逻的。一旦侦测到外来的入侵者，它就会发射导弹，也就是我们的抗体，去对抗那些细菌跟病毒。我们一生当中啊，可以产生11种以上不同的抗体。而且这个 B 细胞哦，它厉害，它是有记忆功能的。当它遇到了相同的病毒啊，它会毫不犹豫的再次对抗它。你看右边这个大颗的那颗、哦，就是人见人恨的癌细胞啊。它旁边这个小可爱就是自然杀手细胞，它是那个癌细胞的克星，它负责摧毁各类的癌细胞。死亡过后的癌细胞呢，就会怎样？它就会变成纤维状的。这样被杀死的细胞，我们是不可以留在体内的吗？这样第二个功能就是清除。左边这个图啊，它是巨噬细胞来的，它会用它长长的触手哦，把细菌、病毒还有各种毒素勾着，然后吞食。在饱和之后哦，它会通过痰啊、汗液啊、鼻涕啊、大小号啊排出体外，我们可以称它做什么？人体清道夫。另外一个哦，右手边的是吞食细胞，它的功能就是吞食血管中啊三酸甘油脂、胆固醇、脂肪，还有身体不需要的毒素杂质。吞食饱和之后，也是会通过排泄物排出体外的。这样我们来到第三大功能，你们看这个图，它呢就是修补细胞，它在修补着我们体内受损的细胞还有组织。我问问你们啊，在生活当中，你们如果是有遇见小孩子跟老人家同时候受伤，伤口也是大概相同的，你有没有发现到其实小朋友哦，他的修复能力会相比对老人家更快，是因为他们的体内修补的这一个功能啊，有在好好的工作，而且很强大。其实呢，为什么免疫系统会这么重要？你想象一下，有些患者他们的那个症状啊很严重的，可是有些哦很轻微，甚至是没有症状的，它是因为自身的免疫系统的强跟弱的差别。你想要，如果你想要那个免疫系统强大，好好的帮你做工，这样我们一定要养好这一支军队，对不对？我们才可以获得健康。对，这样大家是不是很想要知道如何提升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嘞？这样其实、哦、要获得真正的健康啊，一定要配合四大养生之道。第一个就是充足的睡眠，成人一天要睡6到8个小时，小孩呢一天要睡10到12个小时的。这样第二个就是适当的运动，如果可以的话每天都运动是最好的，不然一个星期运动3到4天其实都好过没有啦。这样第三个就是保持平稳的心情，因为如果我们的身体一压力，然后我们一发脾气的话，其实我们的免疫系统免疫力是会下降的。这样第四个呢，就是摄取正确纯净的营养啦，要
获得真正的健康，就要遵守这四大养生之道，我们的免疫系统才会健健康康。这样什么是纯净的营养？科学家有那个营养免疫科学家哦，他有研究到身体所需的三大营养素，就是植物营养素、抗氧化剂还有脱糖体。像这些哪里找到？它其实在我们平时吃的蔬菜水果就可以找到。问大家，你们平时吃火锅的时候喜欢放什么？火锅的时候一定要放肉片、海鲜。有些时候啊，火锅跟烤肉一起吃，对不对？对，火锅一定要牛肉、羊肉片，还有牛肉片、猪肉片，全部都要。对，都要。可是你们懂不懂啊？这些哦，它里面都包含了动物性荷尔蒙啊。动物性荷尔蒙跟自身情绪失调所产生的有毒荷尔蒙啊，还有色香味俱全，也就是色素、防腐剂跟味精，其实都是癌细胞的营养来源哦。像植物营养素，它可以帮它做什么？植物营养素呢，如果我们吃好，就它可以帮快速的提升那个免疫系统，然后它可以抑制癌肿瘤长出心血管，并且中和掉有毒的荷尔蒙，防止癌症的形成啊。你们平时有吃 orange，它有100以上一点点的那个植物营养素，aloe vera 大家都知道有300多种，这样再来。更高的是仙人掌，仙人掌有1万多种营养素。那营养素高的话，它可以强化我们的免疫细胞，身体哦就足以对抗那些癌症啊、可怕的病毒啊，还有细菌跟病原体。它也可以中和有毒的荷尔蒙啊，防止高血糖，稳定血糖值，加速伤口的愈合，避免结疤。但是啊。仙人掌不是随便你外面看到你就采来吃，你知道吗？它要配合哦，采摘时间啊、出产地点啊，跟专人加工出来的，我们才可以吃诶。然后另外还有一种高植物营养素的西洋参，西洋参它是含有纤维、铁、镁、钾、锌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B 群和稀有的人参皂苷。它其实也是其中一种调理素啦，它可以帮我们的身体哦适应压力的情况，改变我们体温，然后驱除疲劳的其中一种草本植物。其实西洋参它还有一个，我觉得对口味是有很有帮助，就是西洋参它可以刺激我们的免疫军队去对抗病毒，可以减少感冒次数和天数之外，它也可以减轻感冒的症状。预防呼吸道的感染呢？这样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大营养素，就是抗氧化剂。像抗氧化剂，它顾名思义就是抵抗老化的现象。为什么我们会老化？就是因为自由基。自由基它除了会导致我们的皮肤还有内脏老化之外，它还会干扰我们的细胞基因的稳定性，导致我们细胞基因突变演变成癌症的。这样自由基是哪里来的嘞？就是工业废气啊、炒菜油烟、抽烟、阳光紫外线，甚至是我们自己身体的新陈代谢也会产生自由基的。还有就是我们最喜欢吃的煎炸食物，都会导致这个自由基的产生的。但是不用担心，因为抗氧化剂它就是自由基的克星，它就像一个吸尘机这样啊，会帮我们把身体里面的自由基全部都吸走。像这个抗氧化剂，它可以阻止自由基干扰我们的细胞基因，预防我们的器官氧化而老化。当我们的器官年轻的时候啊，它就可以好好发挥刚刚他们所说的抵抗、清除还有修补的功能哦。除此之外，抗氧化剂它还可以促进细胞修复能力，促进我们人体产生自身的胶原蛋白。但其实很多植物都有很高的抗氧化剂的，甚至它可以比维他命还要高出很多倍。比如说针叶樱桃，针叶樱桃它是浓缩了天然维生素 C 的来源，
每 100g 的针叶樱桃哦，它里面就含有1677 mg 的维生素 C，比起橙子的维生素 C 是高出33倍的。而且针叶樱桃里面，它不单单只有这个维生素 C，它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营养在里面。像现在这段时间啊，大家都知道要提升免疫力嘛，所以很多人都会去囤那个维他命补充剂啊。可是这一些维他命，就是相较于这些维他命补充剂哦，专家是更建议我们从天然完整的植物性食物去摄取营养，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，提升我们的免疫系统的。因为我们身体要的不是单单只有维生素 C 而已。而且天然的啊，如果我们吃天然的，也不会担心吃到过量的问题哦。这样还有第三大营养素就是多糖体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啊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，每一天避免不了的辐射，因为现在每一个人都是机不离手的嘛，做工也是对着电脑，然后还有家庭电器，其实这些哦都是会带给我们辐射啊。第二个，病毒就好像现在这个 COVID 这样，没有人想要，但是它太小了，肉眼看不见，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避免它。但还有一个避免不了的，就是在我们日常用品当中跟化学致癌物的接触，就比如说我们的洗头水啊、洗脸霜啊、牙膏啊这些，其实里面都含有化学起泡剂的。这样根据营养免疫学家的研究，多糖体哦，它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细胞的活动量高达49倍，能够更快的将细菌还有病毒毁灭掉。这样在这里，我想问一下各位，如果给你们选的话，你们会想要一个军队帮你们打仗，还是49个军队去帮你们打仗对抗病毒？哎，当然是49个军队，对吗？这样多糖体要去哪里找呢？其实很多的菇类都有多糖体的，但是今天想要跟大家讲一下的是冬虫夏草菌实体。冬虫夏草菌实体它里面有很高的这个多糖体，而且它是具有抗氧化、抗癌、抗病毒还有抗炎的功效的。它也可以强化我们的肺功能，提升精力，对我们的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都有很大的帮助的一个草本植物啊。而且哦，这个冬虫夏草菌实体它有双向调节的功能，也就是讲，如果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太弱的话，它会帮我们提升起来；如果我们的免疫系统太强，其实也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啊，因为会有自体免疫性疾病。所以呢，冬虫夏草菌实体它是能够帮我们平衡我们太强的这个免疫系统的。像这一些 superfood 呢，其实我们都是在这一本书里面找到的，看到吗？大家就是在这一本书里面看到的。如果对这一本书有兴趣的朋友，你们都可以 PM 我们，里面还有讲到很多很多对人体有益的食物的。不过其实赵飞博士有说过啊，全世界最好的仙丹灵药是在菜市场，就是我们的巴萨，就是里面的蔬菜水果啊。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摄取营养的话，去提升我们的免疫系统，就要多吃一些完整的蔬菜还有水果啦。像刚刚卡门有提到他是 COVID 的康复者嘛，像卡门，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康复过程吗？当然可以呀、啊，不过首先我想跟我也是有这本书，很好用。好，其实哦，哎，我先讲讲是怎么中的。我跟老公啊，跟小孩应该是同一时间感染到的。可是呢，我的老公先有明显的症状，就是他忽然间很累，然后他觉得很不对劲，好像要发烧，喉咙也有点不舒服，然后他就去。而我呢，跟我的女儿是分别伤风跟发烧。其实这个伤风啊，他伤风的时机让我觉得迟确诊，因为他有一点类似哦。我刚刚收拾完家里，就是我不懂你们有没有说哈气哈气，鼻子有点敏感，好像碰到灰尘这样，然后就伤风鼻塞，就这样子 continue 来了，直到我失去了嗅觉跟味觉。我还为了这两件事情哦，我去开我家。榴莲啊，来嗅，真的是没有味道的。
我当下的时候我就想能不能清醒，就是可能我是大鼻塞，塞到我嗅 test 不到味道，我不懂你们有没有试过啦，食龙肉都没啊，就是你已经伤风，那你吃什么都没有味道了，所以你就不想吃其他的东西，然后想清醒的日子就很短暂，因为第二天我的女儿就发烧，她发烧是温温的 37.多度这样子，然后我看到知道他发烧，我就知道哎呀应该是避免不了，我就去验 PCR， 然后晚上我就收到了那个 positive 的 email， 叫中了了。其实我觉得很怕，因为怕是什么，你可能症状有点迟，然后你源头在哪里你也不知道，你怎样感染的你也不知道，因为没有碰过的人，我几乎都是在家里的啦。我从 MCO 一开始的时候哦，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，不怎么出门，就算我出门我要见人啊，要 meeting 都好啊，都是很谨慎的选人来见的。可是这样久了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，真的是不懂哪里来。中了，第一个想法就是你们可能在 Facebook 很常看到，我也是有调侃过，哎呦怎么又是这句话的，就是那一句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它会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。而且我看了这样多的 COVID post， 然后其实我很怕，尤其是我女儿小孩子跟老人家种是一定很辛苦了的，我就很怕。好像刚刚开我们也是有讲到他这个 COVID 是没有药物可以治疗的，我就想到了什么，世界上最好的医生，我的免疫系统。这样刚刚我就买了刚刚我们有分享到的三大营养素，就立刻买了，包含了这三大营养素，抗氧化剂，多抗氧化剂，植物营养素，还有多糖体的这些，拥有这些营养的产品回来，去提升我的免疫系统，抵抗病毒。给大家看看，是有，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，它里面的成分，你 是觉得很平常啊，仙人掌啊，针叶樱桃啊，玫瑰，哎，菜市场都可以看到，我也是有看过这些图。可是哦，你想想，如果我中了 COVID 啦，我还要去买，然后我还要回来去处理这一些东西的话，我 sorry 啊，我投降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哎。所以我很感谢哦，这个产品带给我的方便。我怎样方便法？我撕开，然后我就可以摄取到这三大营养素：植物营养素、抗氧化剂跟多糖体，极方便。然后哦，冲泡的哦，就每天冲泡一包给我跟我老公。然后我就倒在，如果你们有看我，你们可以去看看我的 Facebook 啊，我有时候我会 share 在 Facebook， 我把那个其中的一个产品哦，倒在我女儿的那个奶，她的 milk 那一边 milk 泡的那一边，这样我冲泡的时候她就可以喝着下去，然后喝的就直接早晚这样子喝咯，极方便是不是？就好像你冲米咯，这样喝就好了咯。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方便，这样其实、哦、整个康复过程啊、除了我老公之外，我是比较清醒的，上风我六天就没有事情了。可是你觉得上风怎么会这样久？可是你想象一下，我是中 COVID 的上风，不是普通的上风，而且我味觉跟嗅觉三天我就开始恢复了，有些人很久甚至一个月。我女儿的味觉、哦、跟嗅觉是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，这个我可以打包票，因为我有做 test 给她 test， 然后我女儿的她也是第三天就没有发烧。你有听说过吗？有些 COVID、哦、小朋友要一个星期才可以恢复那个发烧罢了，你知道一个星期对一个妈妈来讲，小朋友一直在发烧、哦、是很恐怖的，就会一直提醒吊胆、啊、然后我这边是很感谢赵飞博士，他有发现这个营养免疫，他是这个营养免疫学坊的，然后让我的老公、啊、可以提早脱离了 COVID 最艰难的时期，他一直咳嗽咳嗽这样。我的小孩现在、哦、也是很活泼的嘞，活蹦乱跳，他其实那段时间也是活蹦乱跳，完全不受影响。所以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你们有什么意见、有什么想法也是可以来问我。
对，真的很恭喜他们，很替你开心啊！因为营养免疫学赢回了健康，而且是一个人了解营养免疫学，全家人都受益。对，那不好意思，我这边打岔一下哈。对于营养免疫学，你们想要了解更多的朋友啊，你们可以来找我们，我们很愿意分享的。对，那如果你们还想要听到更多，更加专业的健康资讯的话，其实这一个星期六有Dr. 一的 live，我 share 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这个。其实今天是有 Dr. 一的 live 的，然后如果有想要看重播的话，它是会重播到下个星期三早上的。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听回重播，都可以来跟我们两个拿 link 的。但如果想要听华语的话哦，华语的 live。是在下个星期六9月18号早上10点，有陈昭飞博士亲自给我们的 live talk，会跟我们讲更多的一些健康资讯啊。所以对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跟我们索取 link。那我们今天的 live 就到这里啦，谢谢大家的时间，希望有帮助到大大家。家我们拍一个照，好嘞，稍等一下啊。谢谢大家的时间。OK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OK，谢谢大家，晚安。谢谢大家，晚安。